357转开。你这台我的话我就弃掉了，怕怕，又没叫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！313转，有没有机会连装？看1-8就知道。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叫了叫了，飞起来，叫起来。打那么多了，对啊，超多肉包，前面那边也是那个履历，打几次了，心很累，那一只已经打6000希望大只的继续大只，亮了就是大只，亮了亮了大只，亮，来，你妈肉包，举起，哎，那边也开了，哦，那边也大只的，264，太猛了，看会不会继续连装。没有连，换另外一台，1-8没有连，拼短开了，短开短开，太猛了，20只了，连起来，这台不弃台的结果就是摔整排肉包，狂咬又一直开。好险，这台补血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很靠呗。本来是这台赢，这台咬，然后现在变这台咬，这台赢。喜三温暖。哎，那台已经咬10000次哦。哦，好险，这台。我靠。另外一个群友在玩什么？我来看一下，脸又叫了又叫了，21只，所以很多大只的吗？没有啊，不然一堆黑吧就会吐血。对啊，你这样这台你又不想弃台了啊，摔整排肉包，这样你要汲取教训啊，只要有小兔你就那个了，至少要撞个几只出来，哎，怪，这个应该有人看看到就会下去打，大只吗？对啊，哦，要大只，大只，哦，要脸呢！哎，你这个不是白光还那么给力哦？洗掉啊！哎，不知道，问问看好了。干，没有白光可以那么猛，舒服。刷一整排肉包，继续开起来。要要要！干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我觉得纯杠哦。没有，纯杠。我现在一直短开哦。对。干，好爽。他不是连装。他在拖，他在拖，拖转速了。连装，连装。大只，大只，大只。大只开起来，好扯哦，23呢，没有白光那么猛啊。准备准备哦，要叫要叫，迈向第24只，
还会继续连庄吗？目前24只。哦，要连呢，这个状况太猛了，好险没有弃台，坚持打下去，终于撞了出来。哎，个大鸡的呢？真猛！验证这一条，三十只，如果连中三十只没有白装，会不会变彩装？我可以帮他验证。三十装之后显示彩灯。好。连装越多，哎，对啊，会越来越多。印象都只有一只而已。会不会三十只的时候，这边就五只蝴蝶才多？开越多只蝴蝶越多，原来还有这样，蝴蝶越来越多。看一下，这样才有那个 feel 啊，越多蝴蝶。如果它是真的五只蝴蝶，它就变彩光的话，就代表它那个不是只有白光才会开。哈哈哈哈哈。正常都一只而已，很无聊。直接就万美了，没有白光，一直连装，恋恋难果。准备一只吧，哦，又加了，又加了。啾啾啾！目前连庄26，准备进入一只吧。没了，没叫了，现在就是拼短开。包一整排后，小连庄，看这一只会不会继续连？你妈主角又13转，心很累。他总共几只肉包啊？很多，7、8只哦，超过了。哦，哦还好啦，算大概6只啊。等下连庄过那么久是怎样？紧绷该20几都会，哦，紧绷32。你有遇到了就对了，我以为都大概20几就差不多了，太久了吧？而且又2只黑吧，肚子又饿了起来，太扯了，这播的有点扯。不是吧？哎。欸，超过32了呢，那紧绷也不是32啊。怎么这样？这一只怪怪的哦。有了。34，所以是35，跟那个乱蓝一样。乱蓝35哦。乱蓝就是欧吧？有没有叫？18。哦哦，有叫了，好险。黑人脸啊，这整面只会欧吧？好险有叫。有点虾是非常虾，一点欧巴像。这一台很会欧巴，超烂。还有连续5次黑马的，没有做的还会拖，他还更会拖。怎么拖那么久？是在杀小？不干脆。有总量白光。这三百光了，变快了。你妈猪肉又是黑吧？哎，这坦靠背，好不容易连装，然后都要一直黑吧？这里开都一直黑吧？啊，没叫，吃力。
那个等于七只六只都黑吧，吐血转开啊！刚开始没有这样，然后后来就开了。对啊，他有时候都会这样。好。哦，短开哦，好像怪怪的。开了，然后好像又是黑吧？是吗？黑吧，短开黑吧，然后又没脸，晕倒。这一台太优秀了，七 G 欧吧，啊，头前呀个五 G， 好不容易短开。有不会吗？没叫。幸好嘞，这台大家觉得最咬的一台。看什么时候白光可以开出来，不用白光了，连装就好了。